牡丹湾的那个水质，我好呆了。对，然后它非常的清澈干净，清澈干净个头啦，是这个啦，还有鸭子。好死了。好，这是我们住的三号房。白色建筑物是我们今晚的房间。你要背对着镜，你要背对着镜。不用背对镜头。你这样讲应该听得到。听得到吧？可以在这边。然后就是休息的地方。对啊。然后请往里面走，谢谢。请往里面。这是我们的浴室。就是这个门可以放那个泡汤，然后那边就是淋浴池。转。转错别人，转错钮了，不是那个钮。这样，那个，我先放是冷却后的冰水。好，先关起来。好了。啊，这是马桶。废话，不然。然后这是那个冲澡的地方。然后请往外面走，谢谢。老爸，你不要乱拍好不好？这边就是露天温泉，有那个冷泡池跟那个温泉池，那边是山泉水。然后水从那边流出来。错别了。不对，那边往哪边走？再转，就像这样，水中流，这是热水，然后先关起来，被关了，很麻烦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进到主卧室，然后里面转进去，啊，好累哦。呵呵。主卧室，这就是我们今晚的房间。你带什么进来？快吧。气死我了！加床之后就变成这样。没加床，只有右边的床。对。还有电视，这是液晶萤幕。卖跑。晚上还有宵夜可以吃的。他会送进来。9:30以后。